三个字，第三个字。拍过的戏，听不到。你拍的戏，我拍的戏，对，那一天的 CP 的前辈的人名的人名，对，王俊志。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、哦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一种很呆萌的狗。我的朋友，我男朋友，你长得很像王俊志，没有？一种很呆的，什么？一种狗，哇，总统，狗，哈士奇。你当男主角的戏，我什么？我的，你要我男朋友？你拍的戏上一部，跟我拍戏上一部，你拍过的戏，拍吻戏，名字戏 ，BL 剧，你拍 BL 剧 ，History 三，三个字，啊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你拍的戏那一天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不错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前面两个字，你的名字。我拍的戏，你的名字，我拍戏，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对，的后的两个字，后面两个字，孤狼，韦恩，我每天早上喝什么？一起喝酒，每天早上喝什么？我们是每天一起喝酒睡觉，有爆料，睡什么？我们很想睡，喝咖啡，韦恩咖啡，哎、欸，厉害厉害，好吵，他是什么？李国祥，三个字，侯八天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我们喜欢用好兄弟。他很年轻的话，我们要叫他什么？他男性化。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D， 高矮矮 ，D， 低能，大小，小花天。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，他很怎样？小很年轻的小明星，很年轻的明星的另外一种讲法。他的名字的想法。第三个字，三个字，皮肉皮肉。肉小肉圆，小肉球，小肉棒，什么戏啊？小肉丸，很年轻的男明星会称他的名字。时间到了，小心。请问一下，他有没有在你家过夜过？这样会不会很敏感？还好吧？还好啦，还好。对啊。怎么你开始尴尬？对，尴尬是吗？这可以吗？这应该沉思什么？对，我人那么安静。有吗？有没有回忆吗？每周五晚间九点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已经试着在跳脱话题。我家没有，你家没有，他家没有，还是在外面？外面有啊，我们出去哦，剧组拍戏、哦，嗯，好，那以晨还可以问韦恩。每周五晚间九点半，请锁定 Vido 现实同学话题。Are you ready? Yes， 放马哥。请，哎、欸，先把它剪剪。绑架术先支出去沒有啦，我不限男女好了，不限男女。你有曾经对合作过的演员动心过吗？很会问，真的很会哦。哎、欸，看完这集，有人就要来找你做主持了。欸、真的好像可以多一个工作。怎么回答？我说不限男女，真正的動心我对你很好，动心或是欣赏。我觉得我自己我对，这很好回答吧？对啊，有跟男生也可以、啊。那我回答完就不能再问下去了。嗯，有什么？再见。好想追问，感觉有隐情。有啦有啦，我学的表演方法是就是由内而外。哇，又开始那个拉夫斯基，大的想要出现了。就是他的表演方法是由内而外，就是你必须要有找到内在动机跟目标，就是你真的这件事情要很过心，你才有办法完美的诠释当下的情节与状态。类似说就是入戏，嗯，啊，那你这样不是就是每拍一部戏要每动一次心，就是要找到表演的支点啊，就是拍戏当下就是在当下，哦，那跳出来，那每次杀青就分手很难过的，应该说有没有在一起是。拍戏之余的事情，拍戏的当下一定要，一定要。所以是谁？不要再说了。所以是谁？我拿枕头丢。